Hello， 各位亲爱的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爸爸超人。那现在呢，我们跟着邱经理啊的脚步来吃这个海底捞火锅啦。好，我们现在在大圆柏的12楼，那我们订的是晚上6:30的位置，现在是6:37，稍微有点迟到啊，但没有关系，其他应该有先占位了。哦，找同事，好。我们一起用餐的伙伴们有这个梅姐，还有我们的阿伦伦，他们都非常的害羞。我们这边的话有提供这个用水的服务，你们要喝水吗？可以倒给你们。不要。好好好。赶快切掉。哦，好好好，切掉切掉。